什么？你是吗？是你吗？来，我们欢迎男主，欢迎。朋友带来了啦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啊！干嘛那么凶啊？这是到我干嘛？你到我干嘛？明视联名秀，我是建明。建明 ，OK， 欢迎收看《明视调查局》。今天来到西松高中，二度没开二度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一个敲门敲到爆的一间学校，所以对同学拜托你一定要出来啊！我已经为你过来了。你没过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你要报销我们车马费。不要瞎掰好吗 ？OK，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题目是：同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做过什么最浪漫的事情？我跟你讲，高中就是情窦初开的时候，最容易制造浪漫的。一不小心就是要给他制造一下。国中反而我觉得谈恋爱都是傻傻的，高中其实就是已经进入了正式谈恋爱的阶段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一下同学，到底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最浪漫的事情 ？OK， go。等下现场有在一起的人吗？看起来很不想承认。在一起多久？一个月多。一个月谁追谁的？应该是我追的。你为什么会追他？他有一些举动很暖。之前我们去101跨年，然后就是因为人很多，然后我那天有点被吓到，就是可能太久没有看到那么多人，然后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哭了。对，那就他就抱着我安慰我这样，然后我就很晕这样。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吗？等一下，你很怪耶。没有抱，没有。来来，你讲一个版本来。他前面都是对，可是没有抱。没有抱，对，没有，那叫安，那叫这样。哦，你就是安抚他这样。对。那个时候你有喜欢他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之后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可以过去一点吗？这是你安慰第几个女生？几个？手指啊，不止了，我们这全部手指数不完。那他是你最爱的吗？是，好，你可以回来了，可以回来了，不然你鉴定完你是他最爱的。那由你开始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女生说吗？来对着镜头说，来3、2、1，我爱你。谁有另外一半？我们两个牡丹。那有想过想谈恋爱吗？没有，我答应我妈妈大学都不谈恋爱。那你觉得你做得到吗？那我姐姐做到了。你姐姐做到了，但还没交到。你另外一半或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最浪漫的事？有啊，就是那时候交往一阵子的时候，他要写一张就是很长的卡片给我之类的。卡片呢？丢了。就这样把过去遗忘了。分手就丢啊。不会说留起来当个什么纪念，或者是没必要，会遇到新的人吗？OK。不用，我以前就是会留的。我觉得不是留这个女生，而是留曾经有很甜蜜的那一段回忆。可以啊，要允许有人有过去了。我允许你有过去。你幻想过自己做过什么最浪漫的事？我做过最浪漫的事吗？我小六的时候暗恋过班上一个女生。对。然后重点是那个女生在班上，也不是说在班上，在我们5、6年级很受欢迎，她异性缘很好，光是我们班就有3个男生喜欢她。对。然后她跟其中一个在交往。哦，然后他们两个从4年级就开始交往。对。然后我们全班都知道这件事。对。那我跟另一个男生就是有时候会因为他们两个吵架，然后我们那个男生朋友把我们喜欢的那个女生弄生气啊，弄哭啊，我们就很不爽。然后我们是外嫂，刚好是外嫂，然后在游乐场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打架。你说为了这个女生跟她打架，然后就是我们会一直不理，就是你惹她哭我就扁你。对，然后直到他们和好，然后我们就会自动和好。很屁，但是我觉得超浪漫的。第二个问题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很浪漫的事？帮女友庆生。怎么帮女友庆生？你上次来不是还没有女朋友吗？现在有。现在有了。有。就是可以吃东西、聊天，就是如果很多人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搂一下或牵手，好懂哦。偷偷去他学校找他，他要帮他庆生。怎么庆生？就带他去吃饭。对。然后他不知道你来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算没有。对，算。单单纯纯的样子讲这种渣男话，什么叫算没有？不是，就真的没有。然后没有，那就没有。不是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。我有一个就是算暧昧对象，就刚刚那个啦。哪一个？就是刚刚被霸凌的那个。
哦，我也喜欢他。对，曲折离奇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后来他都自己跑图书馆。你还在喜欢他？对，从国中，从国小。看你太酷了啦！几年了？竟然第四年吧，四五年了。哇、wow, 哦 ，OK， 继续。平常下课就会跟他一起走他家这样子，假日偶尔会约出来，可是很少。我们之前有去过河滨骑脚踏车，对，那时候很小的时候，寒假的时候还有我跟他一起出去就是逛街这样子。你们出门都单独？对。OK 耶，弟弟。他知道你喜欢他吗？知道。我去年暑假的时候问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，他说我们就是朋友啊。我问你哦，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告诉你，对，我喜欢帅哥，我喜欢瘦的，那你会怎么样？我就为他减肥。真的假的？这肯定要的。一定会吗？一定会。一定会为了把到他，为了追到他。当然。帮我给那个你喜欢的人一句话，你先来。想跟你喜欢那个人说什么？你男朋友说什么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。好，来换你，宝贝，我爱你哦。赞，一定是大拇指啦。说来吧，对镜头，希望他看得到。我已经喜欢你四年了，虽然你在暑假的时候打枪过我，可是我们还是一定是好朋友，然后希望会继续下去，直到有一天你认可了我。那时候我们在一起。那如果他今天告诉你，我觉得我跟你个性上很 match， 但就是你不是我喜欢的型，你会怎么办？为他改变。他喜欢的那个样子就是你想成为的样子。确实。哇，为了爱的人改变自己的形状。OK。你们有交过男女朋友吗？有。没有。OK， 他有。你们两个很好吗？可以啊。那你有看过他交的没有吗？现在进行式啊。现在进行式。他在哪里？他现在楼上。楼上吗？对。在一起多久？在现在才半个月。半个月。OK， 他对你做过最浪漫的？应该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都一定会多买我一份，就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温暖，就是浪漫的话，我想小贴心。对对对，我很喜欢吃糖葫芦，所以他每次都会泡我糖葫芦。你是吗？是你吗？咱们欢迎男主，欢迎。朋友带来了啦。Oh my god！ 那我想问一下，就目前为止是谁先告白的？哎，我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他。来，100%的喜欢有几%？可能101。101。101。谢谢。为什么？他哪里吸引到你？就是各方面都吸引。各方面。个性，然后，对。哦，有没有过哪一个瞬间，你就觉得被他的某个举动就是心动了？每一个瞬间。每一个瞬间。如果爱他有期限，你希望是多久？永远。永远。OK。啊。情侣告白一下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面向彼此，面向彼此。来，等一下哦，来，女生先说话，再来换男生说。来。我要讲什么？你可以随便讲一句你想对他讲的话。三二一。我爱你。想一下，成败就看现在。三、二、一，我也爱你，要记住。好，我们谢谢两位同学，谢谢。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的吗？九九。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追他要减肥，你要找我，我要拍哦。我真的要拍哦。我真的要拍哦。那你减肥我也要减，好不好？我这里你还要减什么？我真的要减。我最近交女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交完女朋友之后，你就会胖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交女朋友就会变胖，真的会变胖，真的。